讲啊，学佛啊，我们人啊，有时候啊，我们说怎么样来啊，这个不着相。一个人学佛守戒律就是不着相啊，那么要特别当心啊，特别当心，就是。不要随随便便做错事情，因为随随便便做错事情，他的因种下了。能等到你哪一天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，他的果报就来了。所以学佛所学，行佛所行，啊，就是佛学什么我们就学什么，佛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啊，佛在慈悲，我们就慈悲。佛在救度众生，我们就救度众生，啊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啊，我们都是要这个心里要能够明白，啊，我们真正的学佛是为了心里的干净，啊，境界的干净，精神上的干净，而不是为了某一个，啊，别人，好像为了自己。